那病房，但刚的看不清楚，一全部搞得很傻呀，拉的啊！你搞金大呀？插进去。放低支嘢，一隻手整，系冇錯，夾住擰佢，壓到碎少少。咁低咗。但呢仲有條罅，呢條罅仲好大啊！條罅啊，應該咁靠下嘅，即係想再定低少少。嗱咁，嗱呢個方向咁擰。少少再拧多少，仲要再低，哎呀，好难啊！咁钳住，專門擰嗰個呢個叫 capstan 嘅工具咁嘅，咁呢個鍵咧，咁呢個鍵就係個 capstan 係方形頭嘅，即使呢啲方形頭嘅，即係咁樣方形嘅，咁就揾呢個擰，揾呢個擰，咁有啲咧就呢度有個窿窿嘅，呢個窿窿就揾呢個吉住擰，就可以咁樣擰。即係咁樣跟住另一燈，哦，都翻解決呢、這個再整一整，睇下，啊呢、這個未整之前，咦又得翻整嘅，啊將擰低少少搞掂咗呢個情況就。再上嚟比較高啲，咁你再調低少少，可以咁樣先咁定又得。拎出去方便啲啊！整齊翻。
少少。呆仔啦，又可以喂呆仔，咁啊少條麻仔，跟住令翻緊少少嘢。大致上。少許，再收緊少少，唔好意思。嗱，基本上冇開位啦，一齊喐，呢個同呢個一齊喐已經。就不能天蛙仔嚟做 ，OK， 點答咧？就要跟住下呢個問題，圓圈圈，圓圈圈，試下抽咗只比較厚嘅圈圈，薄啲啊，擠翻去。見到問題嘅話，全部唔整齊，天氣突然間一凍就變到咁樣樣。咁慢慢逐個做個架好得噶啦。咁呢啲就絕對就唔可以搬個機芯拎翻去乜乜乜工作室搞，冇可能嘅。又要牽涉到呢個機芯同呢個鍵盤嘅協調問題。其實鍵鋼琴大部分位收都因為呢兩個協調物出問題。咁搬機芯翻去咧，都係做下樣，收佢多啲錢咁解啫。最終工作都要花飯嚟擺部鋼琴做嘅，就咁樣全部拎下去執下資源，咁就搞掂啦。整齊啲咁樣就嗱，呢啲主要因為天氣變化，但啲琴嘅收縮各方面啊，人哋嗰啲機件個協調出問題。咁而家整完之後啦，佢降翻低，咁會唔會天氣暖翻啊？或者潮濕啲啊？佢又會變咗呢度開位太大嘅 caption loss 冇太大，我係有機會嘅。咁啱先問子軒會唔會又放翻去咧？係有機會嘅。嗱，咁所以就鋼琴咧就個概念就係維修啊、regulation 啊、調音啊，係分割嘅服務嘅，即係會持續性咁維修保養，因應天候、天氣變化各方面啦。不斷整就唔係斬件式，要斬件式嘅問題咧，咁你要等到個琴好嚴重問題嗰時啊，咁又入廠大手樣嗰樣啊，又或者要做大場戲咁，你又要嘥啲時間、嘥啲錢啦，同埋最大問題，你部琴就長時間都係處於一個亞健康嘅狀態，你又彈得係唔好係唔知嘅，咁就唔係因為你部琴係呢部係。啲冇珠江 Made in China 或者 Made in Japan、Made in German 問題，根本部琴你 Made in 邊度都會依個問題。不你買部名牌之琴，你就好心安理得咁解嘅啫。好心，好事，好事，好事。不細彈有事，所以琴寫要大力就有事，細力有事嚇，啲彈出怪怪地啊。又係要執紙圈啊！好彩部琴仲有好多錢俾佢執，執唔快咗，咁放翻塊薄少少嘅落去，放翻塊薄少少落去，好跌咗。
咁要先睇下下邊可唔可以睇一睇咧？咁覺得個鍵好鬆散嘅，分下拍完皮翻。整埋呢個先啦，諗過幾鐘頭都大致上搞掂咗。話唔係太仔細都叫我彈得咁啦，幾耐？咁多字顯再出嚟。咁所以時啲鋼琴嘅問題，好多時就係因為鍵盤同埋依個機芯即係機間嘅唔協調引起嘅。咁同埋依個氣候變化會引致鋼琴有時會咁嚴重問題，因為今年嘅天氣突然間凍得好劇烈咁凍，大家又升翻。咁而對於啲教琴嘅老師啊，就俾少少意見，有好多時你啲時間會旅行啦，咁翻到嚟咧，部琴又唔彈得啦。咁又上唔到堂，嗱，俾啲意見就係、是，咁第一部鋼琴頂就唔好堆太多嘢啊，等佢疏氣疏得好啲。咁同樣一部冷氣長開嘅話，就可能會太嘥電。咁試下設個時間制，每日開早晚開下，大概上每日有8个钟头都開冷氣到。咁基本上你個室內密封得好嘅話，就個温度同埋個濕度都好恆定嘅。咁同埋而家嗰啲 apps 可以控制部冷氣開關啊嗰啲啊，咁甚至你可以去唱歌，咁翻嚟前嗰幾日啦，咁你先再遙控開翻冷氣機、抽濕機，咁等嗰啲琴嘅温度、濕度穩定翻啲啊，咁翻到基本上問題都係會比較少啲。咁多謝各位啊，分享到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啦。